朱立伦回到执政的新北市，不只为自己拉票，更拼新北立委席次，守住实习。两岸的交流很多都是从民进党时代开始的小三通没有错，是我在做陆委会主委的时候开始的。 蓝案的交流很多都是从民进党时代开始的。朱立伦猛打两岸危机牌，蔡文南陆委会任内政绩党建，一轮假日都回访北台湾。根据国民党内民调，蔡英文有近40%支持度，朱立伦2成9落后，尤其在双北市民调都偏低。12月5号，朱立伦竞选总部成立，盼着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能同台唤起泛蓝大团结。我们总部成立的时候，一定会邀所有的我们这些最重要的党内的这些大佬或领导者，那当然包括洪副院长，我们一定会来。 请他来参与。我会亲自来拜会洪副院长。再次向洪秀柱喊话，换住风波后，朱立伦想见洪秀柱屡吃闭门羹，就连立委浮选造市场，朱柱也都一前一后巧妙错开。这都是我们候选人安排，这样是场子可以持续炒热啊，有需要，而且时间也都配合，那么看实际的状况再说吧。 不止总统票，双北立委席次牵动蓝绿版图变化。2016争锋要决战北台湾，蓝军已经没有分裂的本钱。这里是郑成玉文，曾兆祖台北报道。